据媒体报道，1月17日，月华娱乐发声明辟谣旗下艺人扎斯坦黄明昊的恋情传闻，表示该传闻系网络用户所传播的不实信息，该用户试图恶意抹黑艺人形象，散播不良言论，歪曲事实，且已经对扎斯坦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因此要求相关主体立即停止传播不实信息及误导性言论，公司已依法取证，望相关网络平台履行义务，及时屏蔽不实内容，相关媒体用户停止传播，否则公司将坚决依法追责。